大家好，我是抬杠机长。我已经3天没有出去了，家里的冰箱也空了，厨房也没有菜了，我们赶紧去超市买点吧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走吧。出门就是小区的公园，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，万里无云，阳光明媚，天空特别的蓝。因为疫情期间的交通管制，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非常的少，几乎都看不到什么人。现在已经到超市门口了，这次来超市主要是想买蔬菜、水果和一些零食。那我们进去吧。现在已经进入超市了，看看我们去买点什么。又到我喜欢喝饮料的地方了，这里有我喜欢喝的雪碧，我们快点买两个吧。薯片是居家必备的小零食，我们买一个吧。今天的菠萝2.99一斤，非常的便宜，而且都给削好皮的，我们买一个吧。今天的豆角非常新鲜，我们买点回去炖排骨吃。该买的我们都买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结账回家吧。我们现在去结账吧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收银台，开始结账了。我从超市回来了，今天主要是买了一些蔬菜、水果和零食，一共是花了68元钱。然后我今天要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每星期学做一道菜，来提升自己的厨艺水平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